是不是我哪里也没人知道呢？你相信我，如果路边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马上给送去医院，你知道吗？他这里一定有问题。以前我给我一个学生出过一道题，说你走在路上发现地上有个钱包，然后你捡了它，很有意思，所有的演员演都会演出要捡钱包的感觉来。以前我们还有学生这样演，谁的钱包？请问谁的钱包？哎，是不是我哪里也没人知道呢？你相信我，如果路边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马上给送去医院，你知道吗？他这里一定有问题。我的天，怎么那么自由啊？前面来了，来捡个钱包，来捡个钱包。你走路上来，就你走路上可以扔个钱包，想据为己有。冰冰，你来一个，来冰冰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，来冰冰开始。那我来了。谁钱包丢了？中了，料到了。你就是 number one， 我告诉你。对。刚刚我们老师亲自说了，这样的演法最烂。我没说。最烂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你们讲哈，就刚才这道题，我为了验证老百姓真实反应会怎么样。我曾经真的买了十个钱包，我扔在路边，我发现老百姓没有一个像我们演员一样的。老百姓怎么演？我告诉你，人家不是演。我扔在路边的那个老百姓是这样的。对，是的，我见过。但是你知道吧，我们没有这个勇气，我们觉得表演这么快吗？这就要表演吗？那谁都会啊！于是我们不敢这样演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去那里。我们开始下一个啊，下一个考题是用开心的状态说一件悲伤的事，扮演者是朱志玲，助演嘉宾是周大伟。我要感受到悲伤，开始。来，安静。哎，你觉得人活着为了什么？人活着，我觉得啊，做人很难。不是，你们说做人怎么为什么这么难呢？你说清楚啊，什么事啊？不然你找我出来，我觉得他完成不了这个，完成不了，所以就赶紧咔掉他，他错了就免赔。好了，停！朱志玲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很悲伤的来讲他？因为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。啊，学表演的意义就是我们是可以控制自己行动、控制自己情绪的，我们的控制来让他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点去。你说。所以呢，没有扣到于正老师这个题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还是要学一学控制力啊。对不起，可能情绪没控制好。这回就小人了。朱翠林他今天的表演，是因为我不管你说的再真实，他都没有扣题，最高任务都是失败的。演员有一个叫最高任务，我不能丢掉我塑造的角色的最高任务是什么？是我很开心。你看这个开心的，你一上来就已经不开心了。建组我最有经验，我以前是跑组王，我2003年那年，我一年建了360个剧组，我基本上都是跟一个叫周一伟的人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建组。啊，我们两个人当时是同班同学。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地方叫糊涂宾馆，一进去刚好遇到副导演和四五个老板在那聊天，我们俩刚好就睡，你知道吗？一敲门进去，哎，说这么多人我们先出去，说别，进来。然后那副导演说，
你看啊，几个老板，什么人做不了演员？我就拿这两个来做比喻哈、啊。然后我们就有两个就站在那里，好，站好。他特别高，我特别矮，站在那里。副导演说：“你看哈、啊，像这种呢，他就做不了演员的。”那个投资方说：“怎么看做不了？你看啊，这个一看就是广东人是吗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你看他长得第一侏儒，特别矮；第二个，你看他大脑门像个猿人一样，这种是做不了演员的。然后周一围在旁边就这样，就拼命笑。然后我就。这个大高个也做不了，你看他嘴巴像香肠，香肠嘴。我们两个就在站在被一群这样选选用 ，OK， 先回去吧，你们。我们俩哦哦，谢谢，谢谢老师啊。照片还要留吗？留干嘛？这做不了演员，留什么照片？我们俩走了，走到门口，摁电梯，摁完以后进电梯，电梯打开门以后一直站，就是忘了摁一楼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都忘了摁一楼，啊。我是不是很开心跟你讲一件事情？但你这个事情你觉得是快乐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有时候深夜想起我都难受。到了，开始了。哦，好，来。听完张宗佑老师的故事后，就觉得自己受的苦就是还是太少了，然后挺平顺的，就没经历过这些痛苦，然后就突然那天意识到需要有很丰富。都有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孩子，我求求你放过孩子。好，各位啊，今天除了韩庚以外呢，一会儿张静初老师和张颂文老师也会一起参与拍摄，他们分别会饰演老爷和秀英，我们观摩看看和自己的表演有什么不同。拍这种亲热戏，你都要调动你的荷尔蒙，只有你散发出这种很强烈的荷尔蒙，你才会有那种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吸引力，而且你要相信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对方，不管对手是谁。打我这下挺好的，没事你就可以真打，挺好的，刚才打对下还挺疼的。静老师演戏是不玩假的，要动真情的一个人，所以你跟他演戏你就给他来真的就行了。没给你金银珠宝，没让你做人上啊。没事，打不疼，真的不疼，打。再笑一个，谁想笑的？大太太应该有大太太的样子。我说你去哪补妆？我需要补妆吗？需要补妆了。我是因为我脸被打肿了吗？打懵了今天。和宋文老师合作的感受就是。他是一个特别吓人的老爷，然后当然他打我的那个就是好多次都真打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打其实也帮到我表演，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刺激对手的。练习生在韩国做多少年？我算短的2年半，将近3年，长的我们。